全国第十三届中小学科学展览将在今年节在科学馆揭幕。评审人员对今年参加展出的作品认为，小学组对研究成果的表达能力已经进步很多。今天公布的优胜名单，不少组是光谷国小的新学弟，对农作物的生长有影响吗？高小组园林国小的已知的研究，国中物理组是玉山国中和川立的研究，高中化学组是建中物式比测法的改进和运用，教师生物组是在龙家的用生物化学方法对植物的亲缘关系。